这也许是你见过最离谱的三个特性 bug， 一秒钟就可以直接穿越到百米高空，速度比创造模式还要快。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孟轩，先跟大家分享三个实用特性玩法，它们分别是超高速的升空火箭，可以飞天遁地来回穿梭的活塞装置，以及最省事的无伤击败凋零的方法。那么为了照顾手机版的小伙伴们，我们特意增添了很多键盘的内容。对了，在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首先就是升空火箭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有手就行。下版本 1.19.1， 你需要使用这串指令，便可以召唤五只同时骑在一起的赤柱兽，然后利用酸绳牵住最下面一只，并坐在他们的头顶上方。约五个生物的高度是酸绳的极限距离，所以因为反作用力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原地升空。外坐标的数值正在疯狂的上升，相比之前传统的活塞虫火箭，这个效率实在是太高了。第二个就是飞天遁地的活塞装置，版本接版最新 1.19.51。首先你需要挖出一个四格的小火坑，并给马喷上一瓶防火药水。现在你骑着马一起走进火坑中，所有移动一下再按下下马键，你就会瞬间发现自己直接来到了百米高空。这样的装置特别适合于用作高楼看台的传送装置，生存模式下也可以实现瞬间传送。那么同样的版本，如果你放好两个面对面贴着的侦测器，便连接好活塞，再骑着马踩上去后，就会发现一瞬间你便可以直接传送到地下。这个装置特别适用于用作隐藏门的机制，而且同样的装置，你还可以在活塞探头的瞬间拆掉它。这时你就发现活塞虽然消失了，但推动的效果依然存在。这时你便可以制作一个隐形的陷阱装置，玩家走过去就会被推到岩浆当中。最后就是无伤击败凋零的方法，版本同样也是基岩版的 1.19。 你需要在末地的折翼门下方种一颗诡异菌并催促它，中间的传送门方块就会被成功挤掉。然后朝着向日葵正对的方向，我们垫好两个方块，横躺的摆放灵魂沙召唤它，你就发现凋零出生便卡在了由基岩构成的折翼门当中，无法动弹，上方的血条也在慢慢的消耗，属于是成本最低的战斗技巧了。好了，那么三个实用特性 bug 已经交给你们了，这个免费赞当学费不过分吧。讲完了，那咱们就下期见吧，拜。